2018新北市泼水节 ，Let's go！ 七位泼水节女神出发巡游新北市板桥及中和市区，吸引民众目光。女神们手持水枪，也象征在泼水节时沿途接受人们的泼水祝福，以祈求新年如意。我们今年特地以这个宋甘女神这个传说下去发想，让我们改成就是泼水节女神来代表，就是七位的一个宋甘女神这样。今年新北市泼水节主活动将在4月15号举行，当天在中和华新街将会提供民众水枪，来场尬掐水枪大战，并邀请南传佛教高僧现场洒净祈福。今年也首度推出空运来台的缅甸祈福大金塔，要让众人体验当地最道地的浴佛仪式。金塔是我们缅甸跟泰国他们的佛寺都会有一个金塔的造型，那我们今年在泼水节的时候，我们在华新街上面我们特别商界的一个金塔，那我们民众到现场也可以看体验我们的缅甸跟泰国的一个佛寺的一个文化。活动当天将有8000份南洋美食供民众免费品尝，现场还有艺文表演及趣味闯关活动。闯关成功不仅能获得缅甸大金塔红包袋，还可以参加摸彩活动，有机会夺得台湾到泰国或缅甸的来回机票。新北市泼水节等你来哦！中央广播电台记者杨仁祥、陈国伟，新北采访报道。